如果说有人说年纪大，或者说有人说你胖了，你觉得这两个哪个最不想听到？这一个是弄死他，一个是 cast 啊，是吗？可以。你怎么那么丑？但是一些你自己在先导片里面说你的变化，就说你老了，还有鱼尾纹了。对，我是确实觉得就是眼角就是。就我觉得就是岁月它还是对我来说就是把杀猪刀的，是把杀猪刀的。对，但是我还是庆幸就是能够跟哥哥们聚到一起，学到很多一般学不到的东西。你跟我们在一块，你永远都是最年轻。那博哥和迅哥听到艺兴，我让过这个话题，你知道吗？这没法聊了。咋了？岁月对他是把杀猪刀。对，我们也是啊。黄磊老师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啊，你岁月从来都是杀猪刀，杀猪刀，谁都杀。对，谁都杀。最后请就是三位大哥。三位大哥。三位哥。大哥。一人用我已经开始替你感到悲伤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